天天圓圓係最好㗎啦！啱啦，講得真係好好好，我哋事不宜遲啦，不如我哋咧邀請寄養媽媽嘅得獎者吳應儀女士上台啦，好嗎？ 吳應儀女士同丈夫成為寄養家長已經超過咗20年，照顧過五位寄養嘅兒童。吳女士依家照料有過度活躍症同埋情緒問題嘅11歲寄養男孩。OK，thank you。吳女士有冇乜嘢説話想同我哋講啊？好幸運認識到香港國際社。 就認識到個小朋友，咁就睇住佢一路開心嘅成長，就最開心。唔該曬，恭喜曬得獎嘅媽媽，亦都可以請阿 Rose 同埋得獎媽媽到台下走咗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頒發第4個嘉許獎，就係跨境媽媽。我哋有請亞視新一代靚女主持林彤代表為我哋頒獎，有請林彤。林彤。Hello， 大家好。 相處之道，更加學習中醫調理同埋理論課程，依家已經獲得中國國家心理諮詢師嘅資格。OK， 喬女士有冇咩問？有冇咩説話想同我哋講呢？其實講咩都係多謝一句啦，多謝大家啦，多謝呢個社會俾到我哋咁多支持啦，多謝曬。 好 ，thank you， 我哋都多謝你一直以嚟無私嘅付出，亦都多謝林彤娜可以去到台下先走咗，頭先嘅時刻。